祝 Maria 校长，我的妈，生日快乐！老师你好，首先祝你生日快乐。认识你12年了，认识你的时候我还是个留学生，还是一个大孩子。12年前，去你学校报名参加齐鲁同乡会的场景还历历在目，恍如昨日。作为会长，你首先是我们齐鲁同乡会的脊梁，你是我们的创会会长。曾经也跟我们开玩笑说，这个职位卸都卸任不下来。同乡会的内部是来自于我们大家对你的支持和拥护，同乡会的外部也是来自于社会对你的普遍承认和赞许。作为校长，你是北美教育行业的标杆和典范。已经是教育行业的业界领袖，但是你却从来没有自大，所以你一直成长。学校的市场已经贯穿了北美，你又回头开始望向国内的教育市场，而且在疫情期间你竟然迅速的转型，把线上教育又做得风生水起。所以校长真的是我们的标杆，我们所有人的典范。在这里再次祝校长生日快乐，年年18岁，学校越办越好，家人健康快乐。谢谢校长，感谢。嗨 Maria， 我认识你已经有10年了，10年前我还是一个新移民，你用你激情澎湃的演讲鼓舞了无数的新移民在这里落地生根。然后10年中在你的带领下，齐鲁同乡会是一个团结温馨的大家庭，所以很高兴认识你，祝你生日快乐，今年事业有大发展。你好 Maria， 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叔叔阿姨还有你端午节安康。这边呢就是我们家，来过了好几趟，到门口也没有进门，然后希望下次在蒙特利尔开公开课的时候能够留一天的时间看看蒙特利尔的风景，也到我们家来做做客。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已经认识5年了。5年的时间里我们相识相知，很喜欢您的热情开朗大方。今天呢我还想送您另一份祝福，因为您的生日呢马上就要到了，我希望在后面的日子以过生日的心情去过好每一天，保护好身体。一句话，开心快乐。马瑞亚校长您好，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您端午节安康。然后我在蒙特利尔分校已经工作了2年了，您也见证了我的成熟和成长。然后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希望您能好好注意您的身体，然后保护您的嗓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想起来我们认识已经快20年了，这么多年以来你还是一直充满激情，充满活力，一直不懈的努力工作。你的努力工作帮助了很多的人，你应该为你的工作而感到骄傲。刚认识你的时候，你的女儿只有几岁，现在已经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并且继续深造，你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女儿，你应该也为着你的女儿而感到骄傲。在这里再次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开心。大家好，我是维多利亚教房地产投资课的夏一楠。我第一次见到 Maria 校长应该是2008年上 CFA 课程的时候，当时我也是处于职场初期，各种迷茫，然后就特别被这位意气风发、正能量满满的小姐姐感动到，以至于后来我在学校继续学了很多对我未来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课程，比如说 Jerry 英语、SQL 编程等。后来我无论是从银行招聘，还是业余时间来当老师，都会第一时间想到回馈学校、回馈校长。在此，我真心祝福 Maria 能继续保持她的正能量，因为真的能帮助到很多需要鼓励的人，也同时祝校长青春永驻，生日快乐。Maria 校长，去年我刚刚来到加拿大的时候，遇到您改变了我整个在加拿大的人生，改变了我在加拿大的发展的轨迹。您是我在加拿大遇到的贵人。那么逢您生日之际，祝您永远年轻，永远充满活力。孙校长，生日快乐。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生日 ，Maria 校长，我们祝福你生日快乐，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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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生日快乐。Oliver 代表我们的互联网营销和金牌销售的学员，向我们的 Maria 校长致以生日的最美好的祝福，祝你生日快乐，永远年轻，心想事成，繁荣富强，永不言弃。我们
祝福校长，我们感谢校长。 Maria 校长生日快乐，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我们认识都整整十年了。我还记得在2010年的时候，您看到互联网营销的巨大潜力，非常果断地邀请我和 Oliver 老师在维多利亚开设互联网营销这门课程。这些年来，互联网营销这门课程一直是维多利亚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在这次疫情期间，也特别感谢 Maria 校长邀请我在共学营分享谷歌付费广告，并且开设谷歌付费广告精准运营这门课程。在 Maria 校长生日之际，我代表挪亚数字营销向 Maria 校长祝贺生日快乐，祝您永远年轻美丽充满激情，用你的热情来激励着身边的每一位，谢谢。嗨 Maria 校长啊，首先提前祝你生日快乐，在疫情期间这个非常的时期你还能坚持啊，我为你感到骄傲，因为作为一个女人创业非常不容易，我也知道你的艰辛啊，所以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希望你挺住，然后能帮助到更多人，因为你的有你的使命啊。我认识你6-7年了，我觉得你一直在加大多伦多那个教育行业里啊走在最前端，引领啊。帮助了很多人就业创业大家很认可你，希望你加油坚持，特别是今年对你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你问过我2次，我都要你，我说除非你会消失在多伦多，你跟我的回答非常坚强，你说我会奋战在这个维多利亚教育集团，直到我希望你说你希望你以后死在讲台上，所以你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震撼和鼓励啊！我为你加油，祝你有一个 special happy birthday 啊，开心快乐每一天，祝福你加油，有很多人默默支持你哦。亲爱的，生日快乐！我在中国，真的开心用这样的方式参与到你的生命中来。在这个重要而特别的日子里，很荣幸我在。时常想起我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忙在一起，乐在一起，甚至哭在一起。你在我心里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光一样的存在。永远的积极努力，你的温暖和激励帮助了多少灵魂？一个人的心里有多少爱才能活成这个样子？你是我的榜样，我的骄傲。我的很多朋友都期待见到你，一个山东女孩。不知道你会在生日这天许下怎样的愿望，但是在我心里有关于你的愿望，你懂的。深深收下这个世界对你的祝福，你值得。你好，我认识孙校长呢2年多了。孙校长呢是一个励志的典范，每天总是那么忙的。维克托利亚呢这个学校就是在他的经营下经营了这么长的时间，为华人社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祝孙校长生日快乐。好，玛瑞亚校长您好，祝您生日快乐。认识玛瑞亚校长也有10多年了。只是到最近几年才有机会到学校里来教授课程。玛瑞亚校长一直给我的印象就是阳光朝气不畏艰难勇往直前，那我希望校长一直能保持这种乐观的心态，希望学校能越办越红火，然后也希望玛瑞亚校长青春永驻，谢谢。嗨，祝我们的女神 Maria 校长生日快乐，祝你永远青春靓丽，事业蒸蒸日上。那么维多利亚学校呢，作为北美最大最权威的职业培训机构，自从1999年就帮助了几万名的来自大陆的新移民顺利的找到好工作，进入主流社会。那么他对这个教育的热情和对学生的真诚特别的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